野钓打遍淹没的高粱地。目前水下情况是这样的，连续两天的垂钓，今天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情况。早上五点，所看见的是清理后的钓点，清理的还算比较干净。这是一条什么鱼？个体好大，也来到这里进食，应该是条大草鱼。钓点的水深只有4米，水温还没有下降，鱼的活性还是很高。这些视频全是水下录制的，由于电量有限，只能观察到一部分。通过视频的回放，发现这里的鲫鱼其实还是挺多的，同时发现这里的鲫鱼比罗非的密度要大得多，大板鲫也有不少，小的鲤鱼也有。这里土地肥沃，杂草众多，如果冬天在这里钓鲫鱼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大家看见这些大个体的鲫鱼，对玉米都感兴趣。
按目前这种天气来推算，水温大幅的下降必须要经历一个多月。这两天探索和观察，这些淹没的区域食物很多，特别是对草鱼来说，从水底到水面全部是食物，上大鱼就成问题了。这个水位啊还在继续上涨，也许在这片水域涨水也是个好事情，但是今天我估计钓鱼也是困难了。刚才在水下这样的一个金额，鱼虾不会进窝，还是要再坚持一下，明天见。